不好意思啊，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啊。啊，主任跟我妹妹是不是有什么感情上面的问题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误会误会，不是啦，误会啦，没有没有。嗯，我代志就好了。来啊，来啉茶啊。好，你的剧情哦。当然卖记啊。好啦。已经熟悉1354天，一三一四呢，连这个拢袂去吃，你阁想要扛伊斗阵一世人？敢讲你敢袂发呢？伊根本就毋是你的 true love 吗？我一摆两摆我阁会当吞忍，但是竟然袂去这三摆，三摆就是 three times 呢。我若是敢安尼继续看你这么委屈。刚刚是人，你在创啥？伊的名根本就不应该写在你的身份证顶冠。啊！我收到，是结婚纪念日。师傅，今仔日是去帮阿爸摕药仔的日子呢，你穿安尼要创啥？哦，你这是自寻的歹代志啊！我亲自你，我亲自，我亲自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啦！今仔日不是结婚纪念日吗？小狗鬼！哈？